其实这首歌就是唱给粉丝听的，然后它的词还有就是旋律都是跟粉丝就是说话的一个这样的一个风格，所以其实背后的故事就是想跟粉丝说的话。谢谢大家支持我，然后谢谢大家一直陪着我。接下来工作安排就是也会继续参加一些综艺，然后会发自己的新歌，然后也会有拍剧的打算吧。